历官书人李玉兰，字远江长子陈港生，年九岁，投入余占元门下为徒，学习梨园生计，延明十年为满，于其内所得银钱尽归于师傅所有，食宿衣履尽由于师傅负担，无故禁止回家，中途不准退学，倘有天灾病症，各安天命，顽劣不服，打死勿论。把母亲调将，调将。别哭。哎呀，师兄啊，别这么大力啊，好疼啊！疼什么疼？你冷死了。美国唐人街那边有人请我过去表演，我也想过去看看情形。那边的华侨很多，也许可以演出。你想不想过去？我不想离开我的学生，到人家的地方。你自己决定吧。假如唱累了，就过来找我。哎，你说那谁呀、啊？就是顶戴花环那个，头是不是连着那根啊？哎，一定是哎，才不是呢，连着怎么可以转啊？哎，小仙吗？嗯，你呢？我叫做朋友，我可不可以跟你做个小龙啊？你们看吧。你看他们挺死了。你就翻跟着走，好，你走了就不要回来。真棒。